是谁？为何出现在太子寝宫？我是谁？说出来吓死你！我是太子殿下。哦，那你猜我是谁？我知道，你是那个御前带刀侍卫统领苏范。那你猜我是来干什么的？你是来带我回去复婚的。我们即刻启程。我不是。是。我不是。是。我不是。你是。我不是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不会送他回去。那你这是违抗皇命。那就判我死罪吧。